是不是很帅？实力是不是？上一次给一个大嘴巴子，今天。正义可不会伸张自己。真是救吧！红孙，你知道你一个大嘴巴子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？哥，红孙，你知道你？数字二，没错，这就是答案。我迫不及待的把答案写了上去。为了算这几道题，我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几道题全都被我解开了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不会算这些题呢？为了算题，我把右手的四根。我学你什么星星的，我才是明明的船员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帮干什么？
那我进去。Did you say you had kids?